怎么了？借用一下。我觉得你不拍宣传片挺可惜的。我这样也算是参与了。是啊，以我小助理的身份。谢谢。你说，如果你拍了宣传片，我们的孩子看到这个画面会怎么样呢？你说什么呢你？中了。开心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是司仪，你等一下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柜子钥匙。哦，你好像放在柜子上面了。您在柜子上面找一下。找到了。好嘞。挂了吧。谢谢啊。常务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礼炮就一个，你让我怎么拍啊？对不起，现在没光了，根本没时间。来来来，你赶紧过去。哎，好。发生了什么？刚刚要拍那种欢快的毕业画面，但琴声撞了我一下，导致整个画面都用不了了。彩带就一管线都在地上，捡起来很长时间，还有好多画面都还没有拍，时间可能不太够了。嗯。是你撞的我。既然时间不太够了，那我帮着剪吧。你是想替他弥补吗？啊？那你们一起剪吧。一个人不够，两个人刚好。来，演员，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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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好，快点。来了。那我先过去了，一会儿找你，拜拜。